少爷，我们到了。慢点，少爷，慢慢下。 这荒郊野店的，只好在这儿将就了。哎，好，请。哎，客官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饭馆被京城来的大爷给包下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这么大的排场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家张少爷他去别家问问，还有没有其他房间？听说是去江北州贩米的商人，排场非常大，随行马车就有好几十辆。 别说隔壁餐馆，就连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都被大爷给包下了。要不几位爷先去路边摊儿用碗馄饨？我们家张少爷呀，那可是身娇肉贵，若不是半路坏了车轮，耽误了时辰，怎么能看得上你这家破店？算了，这里又不是秀水，莫与他人相争，走吧。 摔疼了吧？没有。在下姓张，是个秀才，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本人姓玉。回玉公子，我主仆二人赶路至此，腹中饥饿难耐，不知能否结个善缘，在你们旁边搭张桌子。粮队繁杂，叨扰公子了。若公子不介意，可以和我们搭伙坐一起。那就有劳玉公子了。不必客气。 请，多吃青菜，青菜有营养。阿昭，这个好吃，来，你自己吃，喝口汤吧。嗯，这汤熬的不够火，不喝。你不喝，我喝。 哎呀，烫死我了，烫死我了！现在还有的吃，你就多吃点，等到了灾区，想吃都没得吃了。那我就支个火炉，给你熬粥喝。有劳大人了。